因为今日是咱的高级班的第三天，今日三点半以后，大家都会领一张咱的结业证书。这张结业证书，就是咱后摆台湾民政府永永久久的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。今日有咱的同心啊，啊，你甲我问讲，哎，我敢若小学毕业尔呢，要安怎？我小学毕业真好啊，啊，你毋通看讲大学毕业，硕士、博士，遐读个历史拢都唔对，读个册拢唔对，后摆咱无要甲承认吗？因为你台湾的历史乌白写、乌白读，啊，互你博士是要创啥？你小学毕业，但你有正确对台湾这个土地的论述，你赢伊太多了啦。后摆伊若要阁真正要伫咱台湾民众内底要做政府官员，爱考试，因为咱会将迄个博士学位啦、硕士学位拢作废，重新考试，考未过，伊永远都是变做无读册共款。所以各位，你毋通小看这张台湾民政府所发你的、发予你的高级班的结业证书，你不要小看。但这张结业证书啊，您爱向恁的酒店领，好，唔是讲清清菜菜，先来向酒店领，因为酒店爱办你到底什么人，你的资料拢伫咱的档案内底拢有。当然啦，唔是讲今日上课煞转去，啊，你就拢唔知影什么叫台湾民政府啊。每两礼拜左右，我拢会一届落去南部每一个州去演讲。我都会将上新的资料甲各位讲，我希望呢，只要伫办活动，伊袂逐工办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一礼拜上一办只一届暗时，利用暗时七点到九点。哦，啊，你若一礼拜无来无要紧，两礼拜无来，啊，三礼拜总是爱来嘛，最无一个月嘛，应该参加一摆嘛。啊，莫讲安尼，只结业啦，啊，怎等伊等咧要做，等咧做官，迄就不对啊。啊，时到真紧呢，迄支旗要换就换呢，毋是讲你今日看到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啊，明仔载换做咱这支民政府这支旗啊，迄是讲变就变呢。你敢知影中华民国伫金门开始伫起一个中华民国行政长官公署？你听嘛，毋捌听过啊？伊即马用饭店的名义伫起啊。但是实际上就是用公家机关的办公室，迄是创啥？中华民国要离开啊啦！这块土地美国讲几啊摆，这都唔是你的嘛？你是代替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尔尔嘛？两年半前，咱你刚讲的时阵哦，大家嘛讲我笑的呢。啊，但是虽然讲笑来讲，嘛六十几期的学员来去和我做一笑呢。啊，虽然讲笑呢，啊，愈笑啊，愈来愈成真嘞呢。啊，所讲的每一个代志，逐项都实现啊。我讲明年的四月到六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来咱遮，甲咱发这个身份证。你若无来收呢，你头壳都戆去啊！你会想讲唔呢？啊，有身份证，啊，佮有晶片呢。敢若咱即摆迄张身份证有晶片呢？咱有晶片的时阵。那你发身份证的时阵，足济所谓的台湾独派、台独联盟啊，什么台湾什么什么台独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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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组织，伊嘛同上来甲咱笑甲要害呢。哎，林某某，你讲骗的啦！也讲骗，那经过都无半年呢，各个集团、各个的团体拢在办身份证。啊，即摆伊那么降价呢，300块。听讲已经后降到100块的，啊，300块你也看卖啊？迄是安那？有晶片无？无呢？啊，有印彩色的啦。我讲若要用迄印彩色，我一张20块就天公给你做啊啦。咱迄是真真正正是，互交予美国国安单位去做的，
啊，你啊后才寄转来台湾，啊，你啊才分互恁呢。啊，网络都啊，乌白讲啦，吼、哦，台湾人吼、哦，什么话拢无学着啦。中国人的迄套的白菜碰风啊，足够的啦。一般来讲啊，我为2006年过美国到今日，所有的骂我，所有的创啥，我拢无要回应。我想讲，我哪会着回应？我家己做甲真好嘛，我的生活真单纯嘛。我逐天就是伫电脑的头前，我毋是读册，啊无就是写文章，啊无甲美国联络，安尼尔尔。我无讲像，我袂晓食薰，我嘛袂晓啉酒，我嘛袂晓去外口乌白佚佗，从来没有。因为我自从2006年6月2日到偷渡金门，转来台湾，为中国偷渡去金门，到今日为止，我都已经下定决心。我这世人后壁这所有时间拢奉献予台湾，啊，真正感觉讲，大家感觉讲吼，我算真有耐心啊。这侪年来，我嘛足会做生意的呢。我以前开补习班，开建设公司，开建管公司，我头拢做啊真好。但是因为我遐嘛死伫金门，因为偷渡嘛吼。遐嘛死，但是无死，死无去，就因为咒诅的关系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我非常的骄傲呢。所以你外口要哪骂我，迄拢不要紧，因为伊根本就骂我嘛。你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你有啥物资格给他做批评？你若要批评我，你提法律出来给他批评。但是到今日为止。无一点会当去予批评到的，无一点的法律有法度来甲我反驳的。啊，所以即摆嘛变作讲，伊讲的拢对啦，但是啥物叫但是？啊，若法律对就是对，咱就爱照这条法律来行，因为台湾唯一的生路就是这条法律，没有其他的法律。咱尤其这边去日本，咱来看那个台湾民政的官网的首页，咱来看。我希望恁各位啊。每一天在厝内底，上少爱去看一届官网啦。每一天，咱拢有文章伫顶关啦。来，你有看无？来，迄、那个这碟鸦片哦，会当个放出来无？这个，甲放大看我者。咱的队伍，咱的50个队伍哈，为靖国神社要行出来。日本人哦，足侪拢在练目屎，咱嘛在练目屎。这是8月15日发生的代志。发自内心的鼓掌啊！我要去当村，你看外口搁排几啊千个人，想要入去。这边靖国神社是破纪录，拢总有17万5千人去靖国神社。17万5千比去年加2万人。咱拢穿制服、制服啊。你看吼，咱的旗啊是上在头前，你有看吼？
来，过来就是这个影片下卡你也看哈，终于和日本全日本拢知影台湾民政府，过来下卡就是报纸，中日新闻报、东京新闻报下卡，佫有这个新闻报，我讲哦，所有的媒体，所有的媒体，全日本媒体拢总有台湾民政府的消息。两年半前我伫讲的时阵呢，大家哪会相信？两年半前，我咧讲台湾民政府的时阵，几个台湾人知影？迄当然知影，差不多大部分拢是讲我读个歹，拍歹。但是一件呢，较巧诶，较有逻辑观念诶，看看讲，哎、欸，这拢对诶。尤其呢，各位你有经过日本时代，还是听到你的老爸老母？在日本时代，有美国的飞机甲你轰炸的，你拢知影我讲拢是真的。啊，战争法就是安尼规定啊。啊，战争法对一条，我嘛上课讲啊足清楚的啊。册内底，所以我甲你讲，你爱买册，原因唔是讲要赚什么钱啦。迄若去一本500块哦，无人赚你的钱啦。但你会当读，你唔是干读一摆，你啊读两届、读三届。内底所有你的疑问、你的问题，拢伫顶悬。啊，你若新的问题，我拢写伫即个做过来，即个130，即马甲137啊，啦，你哈，台湾战争史回顾，即马甲写甲137文章啊。现准时其实啊，我差不多有写超250篇甲300篇，一工一篇，你爱去读。我相信啊，你一天读一篇哦，你都无法度读到啊。啊，我一天写一篇，你莫讲一天写字，我一天写一篇哦，叫你来写哦，你本来一礼拜写无一篇诶。所以呢，我是要讲诶，就讲我有研究，当然你也听我诶啊。其实我有唔对，你会当提出来甲我讲啊，你对唔对啊？啊，你若看法，你无法度提出我诶。唔对的所在，你都爱照我讲的，替台湾去打拼来去做啊！敢若安尼，台湾这条路才行会出来，对不对啊？台湾不一定讲就爱建国，变作国家。咱这个国家能力啊，其实英语来讲啊，国家是叫 state， 啊不是什么 country。伫英语来讲啊，咱是一个 state。唔是所谓的 country state， state 嘛是跟国家同款啊。你讲美国加州、德州，这拢是 state， 一个州嘛，刚刚一个国家同款。台湾后摆嘛是一个 state， 但是台湾未变做国。我讲一个足简单嘞，台湾这个土地，伫咱的初级班内底，咱有讲啊，这个清楚的论述，这个土地都是实际上都是日本天皇的。因为照旧金山，照这个马关条约来滴，皇帝对皇帝挂号日本皇帝，但是皇帝主张有这个土地以后，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太平洋战争、大东亚战争，全世界国家，尤其是美国对日本天皇无甲处分啊，所以无甲处分的意思啥？因为照伊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，日本的人民和 property。甲财产拢听从美国军事政府的分配甲支配，所以有个人来讲啊，啊，我无看到军事政府啊，有啊，伫旧金山和平条第四条就写 USMG 啊，那无非常清楚啊，所以有个人就台湾人吼，迄逻辑观念无，我都无看到美军呐，无占领啊。我甲讲几啊摆过，什么叫占领？美国若甲你宣布，这个所在飞机拢袂当甲飞过，占领，空中占领。这块海，这块海洋，船袂当过，无我甲你拍落去，占领。军队派去，陆军去，这块土地甲控制，完全控制，占领。这是占领。唔是大家人所想的，讲就一定看到美国人伫遐。美国人台湾哪有代志？我甲你讲，2点钟久唔免，美军马上到伊，
伫你个头前互你看。好佳哉，咱就过美国迄条啊。美国开始照美国个最高法院、高等法院个宣判开始伫做啊。咱个要求真简单嘛，你中华民国管我台湾管足久啊啦，爱离开台湾啊啦。我台湾民众已经组织好啊，阮有权利，阮有能力要来接这个政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非常感谢各位，恁个初级班恁也来，高级班过来，这是咱各位哦，真真正正对台湾这块土地有爱心啦。但是你也会记得哦，你的思想，我希望讲你常常爱去酒内底去活动，爱去看册。你的思想，伫咱遮读读个时阵，拢感觉没有错，但是出去有当下，一挂人，一挂通派也好，独派也好。哎，三步下，跟你讲话，你又叫死去。会记得我刚才跟你讲一句话就好：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两个关键尔尔。台湾这块土地是日属免战，是上是本天皇的，但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。有人讲，啊，跟他讲美国军事占领，安尼敢袂使？袂使的。这块土地一定有一个所有权嘛。我常在讲一个开玩笑啦吼，咱这个农庄啊，会头起姓姚姚先生啦。咱即马台湾民政府伫这个所在，你上过对不对？大家住伫遮对不对？啊，阮甲遮个干部是足杂，差不多常常会住伫遮嘛。我若住了久，我来姚先生宣布讲，我住遮久啊，这块土地变成我的，你看会使无？会使，会使，举手看麦好无？我相信姚先生今嘛在看，啊，无敢讲讲上课上三五年啊，姚先生主动讲啊，好啦，啊，这无这个所在拢变你的啦，敢有可能？这块土地若无可能变我的，安尼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你免啊将这块土地来变作要甲建设变作一个国家，日本天皇无答应啊。所以是安那，咱去日本的靖国神社，咱十二月二三、二十、甲二四，爱去甲日本天皇祝寿。今年多日，迄个日本天皇啊，八十岁的生日。咱去年是派220个，今年啊要去150个。可能九月初六以后啊，咱会公布开始报名。你会向你的酒店报名，啊无你来看咧网上。费用大概就是38000，咱当年拢固定38000，因为啥呢？38000，因为咱要大个饭店一定要足好个，因为安那，咱是政府啦，咱是台湾民政府，我们不是旅游团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咱这个团去，这是去年啦，你看，遮济人你看，靖国神社，啊，甲日本天皇，遮济人。啊，咱有2011年、2012年拢有啊。你看，遮有足济，啊，即2011啦，即张是2011啦，他住喺2012啦。今年呢，12月20日，咱要去，咱当时呢要来请咱个高山族个同胞啊，准备啊，建木，伫靖国神社。在日本的皇宫跳箭舞给皇帝看，箭舞啊，战舞啦，我跟你保证，遐阿本啊哦，看啊，嘴啊个个拢开开啊。咱查某的高山族哦，拢用足水的，查甫拢体足好的，但我是袂使啦，因为我是体格无好嘛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咱这高山，咱的第二届。那些这些少年啊，哦，体格拢有够好，啊，拢足水足缘投的。咱即马伫日本人的面头前所表现的，都爱表现讲，阮的自尊，阮的人格，未输你日本，阮比日本人搁较好。所以尤其是咱即马法律研究到这尼好啊，日本人家己甲讲过啊，系啦，恁即马台湾人，才变做日本天皇的臣民。阮叫国民，
现主持日本人看到咱是已经降一级去啊呢，咱算很骄傲呢。有人讲啊，日本时代哦，日本人看咱无去，各位，较紧呢。民政府的时代开始啊，咱卖讲看日本人无去啦。不过后摆伊一定爱叫咱一声啥，一声啥，安尼去，大兄啦。安尼台湾的自尊是偷偷倒来吗？我讲的拢实在啊，你敢看迄个情形，你有看吗？我讲迄个两分外钟，整个神山要离开啊，大家拍破拍甲弥漫，迄个即摆听起来迄个掌声无情，现场哦，咱的副主席嘛哭干呢。迄个行去啊游览车顶边要讲的，还未讲哦，目屎直直连直连。啊，伊目屎直连，要是有规架车拢大家拢在练目屎啊。伊讲哦，不虚此行啦、啊，真正感觉着讲吼，尤其迄导游嘛安尼讲呢，我带一世人的即个旅行团哦，唔捌伊恁即个团遮尔啊骄傲的呢，啊日本人是自动拍手呢，咱今年去日本风景，我甲你讲，照常日本人甲你拍手，甲你鼓励，因为咱是叫做台湾民政会内阁的成员呐。所以我欢迎各位，即马开始欠钱，38,000，但是我先讲吼，拢无大事啦，因为你高级班才会当去嘛吼，先报名先交钱，准算啦，150,000，恁即期算我即马头一摆宣布，啊头一摆宣布，啊啥物人提升，啥物人提起，哦啊这拢无迄个讲吼。啊你！因为每一班咱今年今年哦，要去的时候哦，报名报到7月30尔啦。哦啊，足侪人要报的啊！但是呢，咱控制人数，我嘛不爱讲伤侪人去，因为伤侪人哦，啊，做迄个带队吼较麻烦，歹管理啊。啊，而且迄饭店吼，诶，素质歹去。我希望讲，这个素质一定要加好。去，大家拢有感觉真骄傲，做一个台湾人。做一个日本台湾人，我即马比你日本较牛、较大，你也甲我尊重。过去无唔对，迄当清朝的时阵挂予日本，当然迄当咱坦白讲，咱比日本迄个时阵啊，生活水准嘛较低，当然伊看你袂起嘛。但是后壁咱安尼台湾人拍拼，起来，日本人的教育，予咱台湾人真真正正变作一个非常。真是全世界一流的国家，我相信咱的老爸老母、咱的阿公阿嬷拢捌甲咱讲过，大家对迄个时阵拢非常的怀念。所以呢，我今日呢利用这个时间，搁再一摆呢，含咱各位讲，我下晡点半我有课，点半的时阵，我的课要甲各位讲中国的国情，我的分析一寡中国的情形，予咱大家人来了解。啊，稍等下呢，就要有咱的副主席潘良华副主席啊，伊的课。副主席是和我斗阵，为2006年，我伫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啊，就开始斗阵工作做伙啊，迄是有革命感情的啦。我迄个时阵伫高雄伫选举的时阵吼，我的票拢伫高伫这屏东啊，因为我唔是要调的。我是要叫咱台湾人找220个人去告美国的，啊，所以我用的电台拢是屏东的，啊，所以每一摆我伫为总部要出去去踅街的时阵哦，大家拢看到拢惊着，因为踅街拢一两公里啦，但是拢无半张票，是安那，拢屏东人较济，因为我宣传拢伫遐做嘛，啊，所以迄当阵哦，当然啦吼。陈强也唔知影，黄俊英也唔知影，就是讲，哦，系啦，伊这人要共邮票的，歹势，我拢无邮半张票。我主要是要告美国，予咱台湾人知道，为迄个时阵开始到今日，我拢无休困。歹势，每一届副主席来，伊家己开钱的呢。屏东来一摆来回要4,000块呢，什么人甲补贴？无呢，开家己的呢，食饭开家己的呢。时间开家己的呢，
坦白讲，互我足感佩，伊比我坦白讲，我感觉伊比我付出搁较大啦。我这无我住伫遮，住伫台北市啊，来遮真简单啊。人伊来就会4000块，上课大家拢做义工呢。你唔通就是讲伫这个所在伫上课，伫收钱无呢？真正无呢？所以你爱知啊，阮在做干部的，大家拢有心，大家共同来拍拼为台湾，安尼好唔好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过三分钟了，上课。各位好，来当下课休困者。好，潘静香小姐，好，苏昭忠先生，你们识别证有重做好了，可以找我领。